先生，露露姑娘小点声，先师正与天君议事，旁人打扰不得。我是旁人吗？啊，请。露露，你怎么来了？天君，你也在啊？正好你给我评评理。这家伙自从当上先师之后，就忙得脚不沾地，大婚之后很久没有跟我灵修了。你说说，算什么闲理啊？说话就不能干干吵和吗？那个，既然陆姑娘来了，那本君就先离开了啊！哎，等会儿，你还没随礼呢。随礼？随什么礼啊？饿了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哎呀，太饿了。 你是说你要当父亲了？我要当父亲了，露露，哦，太好了，我要当父亲了！你不分场合了？不分了，不管了。